那这次呢，我们看到长三角的发展规划刚刚就提到要发展长三角数字一体化，那未来要更多的物联网、人工智能、大数据来共同推动赋能长三角的实体经济、制造业、中小企业发展。那磐石呢，作为一家全球化的大数据新经济平台，我们希望为了用磐石的旗下 SaaS 电商云服务去赋能更多的长三角中小企业、制造业和实体，去帮助他们插上互联网、信息化、大数据翅膀。蓝莓视频，飞到你身边。